狼宋末年，五绝之首周伯通自创一套左右护国之术，打败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，成为天下第一武学。后来这套武功传给了神雕大侠杨过之妻小龙女，但随着二人的归隐，曾经制霸江湖的第一武学便就此失传。直到几百年后，一位小镇少年在淘宝无意间买到了这本书，经过一番勤学苦练，闻鸡起舞，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位望中无一的拳皇连招奇才。